阿嬷说先洗澡，自己都没在洗的。那什么 attitude 啊？那什么 attitude？ 拽姐的 attitude。先去洗澡吧，阿嬷说先洗澡。你自己都没在洗的，那什么 attitude 啊？你那什么 attitude？ 拽姐的 attitude。拽姐嘞，爸爸叫你写功课你就写，我叫你洗澡你为什么不洗？你要给我做榜样，你就示范一次。你身体上比较多细菌，你要先示范一次吧。我身体上没有你那么多细菌。妈妈被逼疯了，去帮我开酒，去。帮我开饼干。